羊球它里面都是糯糯的、软软的，很好吃的。秋皮是单炒的秋皮，烤起来是滋的那个冒油的，入口脆，口味非常好。日本人就喜欢这种，这种氛围的还是真正的烧烤。我们骨子里就带着那种喜欢吃烧烤的基因。香，香，可香了！羊肉、羊球、黑秋皮，这是我每次来这里必点的三样东西。羊球口感上呢，就是很嫩，像豆腐一样那种质感。羊球皮就劲道，吃起来像筋一样，只能说它的部位比较重口味，但吃起来没有重口味的感觉。他们的名字叫丹丹烧烤嘛，就是老板娘的名字嘛。然后他算数比较快，比计算机还要快。001买单，200-1，200-3，200-3-1，200-3-6，200-4-6，150-2，150-8，160-8，170-186，190-6，200-6，280-4，弟弟给280。你的什么币啊？我是家里对物理系，算盘在扫地。这个姐姐威武霸气，大金链也戴，大嘴唇子，硬的。挺飒的，挺直接的。姐，我们这一季过来拍摄，你什么心情啊？第一次，两年前你就说上这来拍我的，拍我的，哎呀，都浪费表情，哼，有点渣。这个东西不好形容，可能你会觉得重口味，但是我们觉得吃得很习惯，新鲜美味。走，买完了，我要回去串串了啊。我叫朱丹，我的烧烤店名字就叫丹丹经典烧烤。坤哥，来了，来，你干呀，你使劲了。哎呦呦呦，这位先生是我的哥哥，是我的老公。哎，高手，就是我说这锅片，行了，你是狗。哎，这我帮扶一下，这来。哎，你是狗。再往这边挪的。这是杨秋，简称叫蛋蛋，他是我们店的招牌。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美容院，哎，好东西。那哥哥平时吃的多吗？那必须的呀，不舍得卖都得吃。不需要吃。咋能年轻啊？年轻。这个可抢手了，天天卖的光，卖的净，卖的一点都不剩。你切下来那个皮皮叫什么呀？这可是好东西，这是羊球上的皮儿。这个我们切下来的第一道，它就是秋香，把这个羊秋一挪掉，然后这前面还有一种头，那就叫秋头，这个就叫秋皮儿。然后用水下过毛一下，再用凉水拔一下穿上，既新鲜又卫生还又好吃。啊，穿完了。下面我们可以准备一下晚上的工作了啊，该收拾一下，打扫一下啊。来姐，看肉。你要哪一块啊？可以你用完，可以你用完。哎，好嘞，你要这个位置，肚包。对，就这就完。好嘞，就这肚包就完。好嘞，我马上给你安排，你坐，老弟，你坐。关。哎，好嘞。他们家你点菜可以瘦，可以自选，然后他会给你现穿。注意啊，菜的那个火候，像这个羊球已定型，我们在它的底部要给它刷油，这样它就烤出来菜颜值比较高。羊球它里面都是糯糯的、软软的，很好吃的。秋皮是单炒的秋皮，烤起来是滋的那个冒油的，入口脆，口味非常好。秋皮看了吗？这个上面滋滋的冒油，这时候也可以下料了。我们家这个辣椒面，然后是由三种辣椒而组成，配着我们特制的秘方小料，那这个味儿特别的好。里面有孜然、花生、芝麻、虾皮儿、丁香、咖喱粉，这都是我们家的秘密，都给你说出来了。那你都说出来，会不会担心别人学过去？学走了，让我们的大水煮肉烧烤传扬天下不更好吗？
小料一撒，小油一搅，我们这个味儿刺辣就上来了啊。这个烧烤九分是店家给烤的，那一分的精髓就自己去烤。要第一次来的朋友可以蘸这个醋，这个的话是咱徐州的特殊的吃法，这是灵魂酱料，非常好吃。